嗨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两位肌肉帅哥，而且很酷的小伙子。第一个帅哥，他来自中国四川省，叫邓菊海。他身高185厘米，整整85公斤，是不是感觉有点高大威猛？他长相英俊，寸头造型，笑容暖暖的，简直就像是一束阳光。爱笑，热爱健身，看着他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被他的活力所感染。有人说他在网上有些不穿衣服的传言，但我也找不到相关视频，真假难辨。不过他的粉丝可是相当多，而且在直播时居然会被男女粉丝表白，他还会害羞起来，这真是有趣之极。如果你对他感兴趣，就快去中国版 TikTok 搜索他的名字，或许能够发现更多有趣的内容。咱们来泰国一定要吃这个芒果焖饭，我已经连续吃了2天了，真的太好吃了，我一个人今天吃了2盘，强烈推荐。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来自中国贵州省的杨胜清。这位小哥身高175厘米，整整80公斤，是个侗族小伙，皮肤黝黑，看上去就是个充满活力的大男孩。曾经摘得健美冠军的桂冠，如今转行成了健身教练。他在 ins 的账号是 isk， 虽然他的粉丝不算多，但他对自己的社交账号真是细心经营。刚刚踏入健身领域的时候，他也曾遇到一些困难，但他总是能够保持虚心请教别人，认真努力锻炼，终于看到了那甜蜜的成果。这位帅哥绝对是肌肉梦想的典范，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他的独特魅力吧。这两位肌肉帅哥，一个是贵州的健美冠军兼教练，一个是四川的网络红人，各自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无论你是否是健身达人，都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有趣的灵感。总之，让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两位可爱的家伙，感受他们的肌肉魅力和生活趣事。这可是不容错过的一场肌肉盛宴。